好的，现在两位获奖人已经站在了台前。马斯的那个太好看了，真好漂亮。下面让我们邀请到最为特殊的创始人作为颁奖嘉宾，为获奖选手颁奖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掌声有请我们特殊的创始人。创始人谁？哇，谁呀？有请。谁呀？有请，有请，妈妈先哭了，还说孩子哭呢，妈妈先哭了。你妈，你爸妈都来了。哎，他爸爸可能好辛苦的，这啊！啊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别哭了。我们的特殊创始人就是我们孙珍妮跟李梦琪的家长。是的，他们就是我们最最最特殊，也最最最重要的创始人，所以由他们来颁发属于孩子们的奖项。还是羡慕，还是会羡慕。所以由他们来颁发属于孩子们的奖项。想我妈妈了，想我打你爸爸，现在后悔了。想我爸爸妈妈。其实我一直很期待我爸爸妈妈来，就是我跟他们已经差不多半年多都没有见过面了。然后我也听说了，就是最近其实武汉是特别特别安全的，然后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，就是我就当时我就觉得他们会过来。我为什么没有拿这个奖？我也想见我爸妈。是拿了这个奖可以见爸妈吗？我也想见我爸妈。看到他们就是可以跟家里人见面，就是还蛮感动的，就是想着说啊，我也好想跟家里人见面。我们先让他们两个先开心一下，是不是你来了呢？才是更重要的。那我们不太，他行走不太方便。因为我妈其实她，因为她现在也离我挺远的嘛，她在老家，她在新疆，然后，她其实就是因为视力上有些问题，她其实在黑暗的地方她行动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基本上她不出门。平时，有那像这种大远门，她更不可能一个人跑来。来，先请阿姨说一下，刚刚等待了那么久，终于见到后心情怎么样？心跳加速，然后太丢脸了。我本来想好好的出场的，然后很丢脸。不会，漂亮呀，不丢脸，不丢脸，阿姨，漂亮，阿姨。谢谢。阿姨，你刚刚在出场的那一刻就是最好的，今天最重要的嘉宾。剪掉。不能剪。阿姨，你哪里学来的？不能剪掉。好专业呀、啊。剪我，别剪我妈，谢谢。那不行，你们俩谁都不许剪。而且我们要问一下领奖的这位选手，看到今天的颁奖嘉宾之后什么心情？就很激动。然后因为我妈一直都是个独立女强人，然后我一直以为就是只有我会这么哭，因为我在家这么哭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就是很嫌弃我那样，然后我也第一次看到她那么哭，所以有点随你啊，有点。我现在20岁了，我从来没有看她哭过，就是真的就是连默默流泪都没有过呀。然后我以前哭的时候他还老吐槽我说我哭着可丑了，然后声儿可大了。我今天看我说他哭得比我声儿还大，然后 也挺丑的。我就说我知道是谁遗传给我的了。我摩羯座十几年没哭了，真的。摩羯座是你有个金牛座的闺女该哭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出场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再来一次。他很有偶像包袱，他绝对对自己的出场设定是那种走的模特步进来的那种。妈妈好潮流。来，珍妮说一下获奖感言。就是很谢谢我妈妈。对，然后对，因为他一直觉得就是把我生下来很辛苦，所以觉得我应该爱自己的所有，所以今天得到这个奖就是也很谢谢我妈妈。
接下来我要来问一下我们身边的梦琪和梦琪的家长，我们叔叔阿姨。嗯，突然变很乖，梦琪。刚刚那么乖巧，走吗？贼飒，乖巧，贼飒。哇！市场全开。突然变很乖，梦琪突然不说话了。市场呢，李梦琪，市场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奖是最女大十八变奖，我们叔叔阿姨对此有什么感想？确实小时候没头发还没牙齿，是吗？牙齿好像七八岁的时候才长吧，那时候长不出来，还拔完了那个牙才长的。都换牙了，从小就是老奶奶，没关系，后发制人。其实这个相片的话，如果不是我女儿的话，我也认不出来了，确实认不出来了。叔叔太幽默了。哎，那叔叔阿姨，你们觉得梦琪长得更像谁呀？她这张相片的话，其实更像我奶奶，跟我奶奶真的很像。什么？什么？隔代遗传？这隔得有点远吧？好远啊！这个可能啊，小的时候我奶奶带着她嘛，可能跟谁在一起的时间长，可能就会长得像谁吧。对，有这种说法。我真的很不容易，我经常就是不管是我的发呀我的牙呀都让我爸妈很操心，就很担心我是一个不好看的小孩。好看，但是你的身高很长志气。对，身高的话是从来都没输过，从小都是班里最高的那个小孩。对对，还是有霸气的。也恭喜我们台上的两位获奖人，也感谢叔叔阿姨作为颁奖人，我们最最重要的创始人来到现场。那请各位一起回到座位上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后面的颁奖嘉宾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各位入座，欢迎各位。好羡慕。阿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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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甄凡。我知道，可喜欢你了。还好我在同事陈倩楠。我知道，小巨人，小巨人。莫奇好，莫奇好，叔叔好，好喜欢你们。好，追星追星，我妈是我爸追星成功。肯定打，他是你粉丝，真的。刘梦打架的，你们俩老打架。没有，他老打我妈妈。不光是我们的创始人给大家来颁奖，同时创始人们准备了一些礼物送给大家。什么东西啊？吃的吗？手机。什么？谁说的手机？站出来！人有的时候期望不要太高。对不起，是我想开了。那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将这些礼物拿到我们舞台上来。什么？兔子包、水果，哇，还有餐点。哇！吃的，哪个想吃的？吃的。胡猫儿有馕，小胡有馕，小胡。包子。对，比萨拉那是大饼，中国的。西林有馕，那个馕有点诱人。还有真有零食。矿泉水、饮料、矿泉水有需要吗？需要。但我没钱。那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个，刚刚很多人其实已经注意到了。馕，新疆的馕。拉拉说披萨，披萨。哇，好香啊！小胡子，很香哎。王一姐，你忍住。这应该是给胡二的。给你，应该是给胡二。为什么？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有人给我的。我们是新疆的吗？哎，谢谢你。哎，我们有维吾尔族的学员，馕的正确吃法为我们分享一下，讲解一下。其实馕是可以保存很久的，所以我们那边就是当它是主食，什么都可以配馕。大夏天冰冰的西瓜、冰冰的酸奶都可以配馕。西瓜，科普了，学到了一波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礼物，大家应该知道是送给谁的了吧？哇，西林。是的，是送给他们两位的家乡和熟悉的味道吗？没错，好棒的。是的，请他们上台来领取我们的礼物吧。来，两位，江西西炒米粉。